嗨，你二人的糖葫芦从何处来？这叫糖球，糖球就是糖葫芦，你连这都不明白？俺比你明白，俺这糖球是四方糖球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五个，五百年说头了。五百年，说来听听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个宋朝的皇帝，他为了给宠妃治病，招了个江湖郎中，开出了冰糖水煮山里红的方子，贵妃一吃就好了。后来验方流传民间，就成了现在的糖葫芦。不对，糖球起源于隋朝，当时的朝廷以一人一只穿有山里红的糖球奖励功臣传留下来的。你二人说的不怎么样，还是听我的吧。相传五百多年前的一天，海中飘来一根巨大的圆木，上面载着一家老小。人们把他们救上岸后，使之他们的渔船在海里出了事，多亏飘上来的这根圆木，才使全家幸免于难。当地老百姓认为这是神的庇佑，遂用这根圆木建起了一座庙宇。因为庙宇附近是大鹤鸟群居栖息的地方，又常年云雾缭绕，就根据海为龙天地，云是鹤家乡之意，因庙名为海云庵。庙前一条街为海云街，每年第一个大潮日，也就是大圆木飘来的那一天，正月十六为开庙逢会日。这一天临近，村民就前来进香许愿，祭扫神明，祈求丰收和海上平安。商贩设摊叫卖，人群熙熙攘攘，热闹非凡。由于庙宇附近盛产山楂，商贩们都用它做成糖球，在庙会上叫卖。久而久之，海云庵庙会便被大家称为海云庵糖球会。你到底是谁呀？怎么知道这么多呢？连我都不认识，你也太 out 了吧！你二位知道中国十大民俗节吗？不知道。咱青岛的四方糖球会2005年就选入中国十大民俗节了，2006年糖球会还被列为山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呢。啊，这么厉害啊！咱青岛就是牛。现在你们该知道我是谁了吧？还是不知道。哈哈，我就是人见人爱，花见花戴，糖球见了都说帅的2012年糖球会吉祥大使龙某师爷。看在你们这么崇拜我的份上，我就带你们好好逛逛这糖球会。青岛海云庵糖球会已有500多年历史，从1990年开始，迄今已连续举办了23届，是集糖球滞销、民间工艺、特色小吃、民俗演出、各类商品交易为一体的综合性民俗文化商贸活动。1990年，糖球会被评为全国百项旅游项目。海云庵在青岛四方区又称大士庵，始建于明朝末年，正殿寺观音大士，俗称老母庙，旧时香火旺盛，往拜者多为渔民，因此并每年农历正月十六日即新年中第一个大潮日为庙会正日。糖球会主要是卖糖球，以高家最好，品种多，卖相好，做的也酸甜适口。近年来把沙河路整条街改成了小吃街，一大糖球会，各路小吃齐上阵，天津大麻花、咸亨臭豆腐、新疆烤肉、撒尿牛丸、煮土豆倒也齐全。此后每年都举办糖球会，每年赴会人次都达60万以上，设立摊点3300多个，其中糖球摊点2200多个，交易总额上100万元。打球啊，不咋样的。
嘿，伙计，龙年大吉，万事如意，什么事都像你一样万事如意。帮唐兄兴气悠悠，红红火火，团团圆圆，团团圆圆，红红火火，兴气悠悠，四方长久。